工人，今天看一下20天前整理过的风球，看看发展的怎么样。这箱蜜蜂是20天前整理过的蜂皮，那个时候是4皮抽掉一皮，留3皮是低风相亲的，刚好是3片蜂。现在看一下纸皮怎么样。这是最边上一皮，下了很多蛋，花粉是很足的，里面的那个蛋都已经下满了。这个是最外面的，翻过来这边看一下，花粉现在是好足了，花粉，这花粉是特别足了。这一片是最边上的，现在天气热，好多蜜蜂跑出去了。现在看中间这一批，中间这一批那纸皮是好亮的，经过紧皮以后，经过20多天它繁殖，这纸皮是好亮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中间的纸皮幼虫也好亮。这就中间这一批，是最边上的，最靠那个风箱壁的这一片风，纸皮也是好亮的。这花粉现在花粉好足了，这蜜蜂经过20天的繁殖以后，那纸皮是比较满意的，花粉现在是特别多。我这里的天气早上最低气温已经10多度了，今天是12度，中午就达到26度。像这样逼风相亲的蜜蜂还是可以的，这纸皮是比较满意。现在花粉也多，紧皮的时候喂了2次蜜水，也喂了2次防盗粉，后来花粉就足了，就没有喂了。好像这箱蜜蜂经过加一个生期三遍。